为了防止热水壶被偷，我在上面写了夜壶二字。哈哈，果然再也没有被偷过了，我是不是很聪明啊？同学，你小心有一天里面装满了别的什么液体。听班里的男生说瓜子脸最好看，请问我这样的瓜子脸好看吗？以后长大了会变成香饽饽吗？小姑娘，你这瓜子脸看起来还是挺饿的。我才出差了一天而已，我妈妈就把家里的猫咪给剃了毛。据说我家猫咪保持这样的表情已经超过24小时了。猫咪你别生气呀，我看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挽救没。低头看了一下鼠标垫，突然觉得好有喜感呐、啊！请问这就是你的眼睛吗？怎么一绿一红啊？哼，你居然戴着有色眼镜看人。小主人，家里沙发和椅子多的是，你为什么要挤在我这里，还把我挤在了小角落？大主人，你也不管管你家孩子吗？还让不让我活呀？喂喂喂，你们俩够了没？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，你们居然秀恩爱，还是当着我的面？同样是狗，区别怎么就这么大呢？啥也不说了，自从被伤了心之后，我就离家出走了，每天站在高楼大厦上面看着下面的霓虹灯发呆。旺财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呀，单身狗也没什么好伤心的。孩子，你是不是在梦里拯救世界呀？看你的姿势，你正在天空中翱翔吧。孩子，整张床都被你承包了，父母只能靠边站了。